Hello， 爱奇艺国际站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演员杨佑宁。我所主演的《罚罪》已经在爱奇艺国际版热播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心思缜密、黑白难辨的赵鹏超。他是一个反派的角色，那在饰演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也跟导演啊、跟其他的主创不断地在讨论这个角色他是怎么样。被推向了黑暗的这一方，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价值观跟他的人格是如何的被扭曲，看见了他这个角色一个可能是被遗弃的部分啊，相对于比较可怜，那也跟我以往所尝试的角色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希望这一次能够有新的尝试，也希望观众会喜欢。想知道我与黄景瑜是如何的明暗争锋，正义与邪恶不断的交战，千万别错过《罚罪》，就在爱奇艺国际版 iQIYI.com。